大脑战争全面开展，最衰都系个死人博士。你而家谂住点负责先？新博士，我系发放假新闻嘅始作俑者啊！睇住你啊，我要由内到外慢慢咁折磨你。用脑去调查脑嘅案件。你话 AI 杀咗佢老婆？佢患咗一种叫柯沙科夫氏症候群嘅病，一齐生活咗3年，但系佢就话唔认得老婆个样，合理咩？合咗咁搞笑？佢系个咩人嚟噶？极度邪恶嘅人。又发生咗一单好有趣嘅案。德国宝迈向50周年智能家电家私橱柜呈现头脑共作，今晚8:30 ，Feel TV。